尽量不要碰到成人的脸上。正面，对，就是在收拾的时候尽量不要碰到成人的正面。什么？正面。对。在浩瀚的宇宙当中，所有万物为着自己的知觉而努力着，但忽略了灵魂的知觉来自于宇宙的造物者。追溯至源头，在最初始诞生之时，那份灵魂的能量与光，是柔和、幸福的。而现在的你，我们一起进入宇宙当中。追寻那最初始的柔和幸福，光点遍布宇宙。你与那些光点交流，你与那些光点用心交流着，你终于懂，你知道最初时的，也就是那些光点，而如今暗淡的来自灵魂轮转当中，一次又一次走偏了，远离今天带你与最初始相会。你的灵魂知晓，你的灵魂感动，你的灵魂被要，你和一群光点急速飞翔在宇宙当中，那份自在，那份满足，来自于最初始的诞生。你与最初始的诞生为何相遇？与所有最初始的那份善与爱飞翔着，急速的翱翔，急速的飞翔，
在这一世当中，你的身躯无法在做最适当的运作，但至少你的灵魂是能够时时飞翔，时时遨游，每次的飞翔遨游，你与最珍贵的会合，每一次的飞翔与遨游，你与最初始会合的心，渐渐发现你的心渐渐的开阔，你的心，你知道你的心掌控着这一生的所有际遇，心与灵，身与心，身与灵，身心灵，三者会合，进入最真实的自修状态，知道吗？今天在你遨游宇宙当中，你展开了身心灵的修复，你展开了能够让自己身心灵得力的宇宙之旅，修着它，珍藏它，它一直始终会运作着。身心灵自在。